味之酸，乃性寒刺之味也。暑天取酸制汤，可抚其味蕾，以益于康健。辅酸汤而食，味蕾刺激而食材温润。夏日暑燥日长，牛肉与酸辣妙搭，相辅相携。李师傅精选澳洲上好雪花牛肉，搭以青笋、土豆粉、豆芽、杏鲍菇同食。要青红二荆条辣椒、野生椒，为此佳肴添香增味。猪料杂陈，形制齐整，方便烹调。杏鲍菇、青笋切丝，野生椒、大蒜改刀成碎，小葱成花，青红二荆条成圈，牛肉改刀切薄片。腌制，使其肉质嫩滑，置牛肉于碗内，入盐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生粉、鸡蛋清，均匀调和静置。待得味入佳境之时，将其入沸水汆烫，随即捞出，各色菜蔬下锅翻炒，仅落盐及鸡粉少许调味，捞起置于盘底。下油，添黄灯笼辣椒酱、野生椒、蒜蓉，炒至香气鼎盛之时，清高汤，后添适量鸡粉、糖、胡椒粉，五分钟后滤除汤渣，加牛肉，下红醋，起锅倒入菜蔬盘上，青红二荆条圈下油锅炒香，撒葱花、香菜，灯火微蓝，盏酒言欢，故人还，分而食之，一回肠。